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安娜。耶、yeah!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刚出新单曲的安娜。第一个最忙碌的高中生哦，是这样子。他其实呢，你现在几岁？21岁。21岁，还大学生，到大学大三。对。但是他已经其实17岁的时候就出道，对不对？17岁。但是在10岁的时候已经加就当舞者，不止学生，舞者，你们有过吗？有这种10岁就当 dancer， 真假的？而且那时候跟着那个泛滥兄弟 EXILE， 你知道吗？哦、日本的。泛滥兄弟的 step， 同じ風の中。你看 ，we love， we love， oh， 你看，强，哇，复古的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就是。流行都一直在轮回，轮回真的很好看。有，我们等等是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舞蹈吗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要学，还是我们要一起跳？老派的 pose， 我们一起跳。他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就不客气喽。学一段，上课，比划一下，来，好，没问题。风情有点小失意、啊。我们要玩一个叫一一一好耳熟，好耳熟，一一一好耳熟，耶、yeah! yeah! ！这个规则很简单，之前我们都玩过那个猜歌游戏嘛。对，那个歌的部分变成卡通，然后你们要猜出是哪一部卡通这样子。哦、yeah. ，然后用抢的。该不会都日文吧？当然是中文的。OK 哈，好，第一题，请。残忍的话，好无情的。安娜，樱桃小丸子，恭喜答对。哎，我反而中文的完全听不出来是什么。樱桃小丸子是你那个年代的？是啊，而且这个配音应该是他那个年代。然后这样讲，好像我们年代不一样。哦，配音员还有差。有换过、啊，这个是新版的，有换过。所以你是用他的声音听出来，啊、还是哦？不是吗？我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以前对我们听的是爷爷的那种感觉，我们听的是旧版的。哦，好 ，OK， 我们继续。好，第二题，请出。他的亲吻，好可爱哟、喔，好熟、喔，好熟哦、喔。宇宙，请回答。刚是胖虎啊？是胖虎跟静香吗？是刚哆啦 A 梦？应该是吧。恭喜答对！耶、yeah! ！我刚才觉得应该是胖虎，应该是胖虎，好耳熟，想不起来。OK， 现在是1-1。好，第三题。哎呦，啊，冬季商品存货出清大拍卖，花吗？哪一部？他叫花吗？这一家。恭喜答对！哎呦，很强哎，听到声音，加油！好的声音。OK， 第四题，请。如果那种旋转就能上电视，你一定能够表现的比那个好。听到关键了。什么？安娜，请回答。蜡笔小新。恭喜答对！哎呦，小安要加油。没有童年，小安。第五题。魔幻舞台可以让他们合二为一，请环绕在小花的周围，拿着你的水晶球，跟往常一样。我是哆瑞咪，小花的周围，小花，对不对？恭喜答对！哎，完全不知道。噼里啪噼里啪，噼里啪噼里啪，飞飞走走。哑巴！我喜欢的。来，第六题。皮口擦拉包应该是从建筑物的侧面那里侵入的，怎么可能？思辰，乌龙派出所，恭喜答对！耶！哎，小爱怎么这样？你是不是小时候都看八点档？没看过，你看什么？看电影？你有看过吧？我有看啊，只是想不起来，只是这些我都听不出来。哦，听不出来，我听不出来他们是什么。没关系，你要加油，我加油。第七题。你们利用音乐的阴谋，我不能再原谅你们了。连音乐之母的真人生气了，小心！放过我！这
年代的声音。请回答。美少女战士。你说。美少女战士不对吗？恭喜答对，恭喜答对，我没听到。耶。年代的声音。美少女战士。对。现在还有美少女战士。就是那个小兔，它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。给你考的。哦，小耳机哦。你们不懂了哈，第八，老宅男，老宅男，我就是啊，我就是、啊。如果全部换成日文，他一定都赢。都懂。第八题，请。你说的没错，什么都可以，全是眼前，眼前。没有人可以在我这里。请回答。海绵宝宝。恭喜答对。哇。你说目前是6-3啊。给小安机会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出去。第九题，英雄宝典就在那边。什么？英雄宝典？你看出没？他就放在那个山顶的城堡里面，在房间里。那个探险什么？探探险活宝。你真是个活宝，也太烂了吧！一分算一分算一分。好了，最后一题喽，你们要加油，请。我知道哦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哦，我也知道哦。安娜呢？反正怎么了？小小兵，恭喜答对！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刚刚一直在想他叫什么，我一直都想不起，一直都日文的，进来都日文。对，所以结果是主持人哦，思成跟宇宙是7分，然后安安队是3分，对，主持人队获胜。对，这个是语言，所以抽一个，抽，可爱要抽一个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呢？我们一样耶！圣诞老人套装，哎，这个可爱了，可爱。那语言呢？中英混合，中英混合。你英文 OK 吗？我英文很烂嘞。啊，中日混合，中日混合。最后，安娜再次宣传一下你的新作品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アンナです。我最近有出新单曲，叫做《寄生》，よかったら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。听懂了吧？听懂了吧？大家多多支持啊，要好，一定要听哦。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安娜，谢谢，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。